很高兴。好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做七日茶叶蛋开始。七日茶叶蛋，要选好蛋。嗯，之后呢，收集了王教授的好茶，好茶泡过的好茶。可这是什么茶呢？清茶还是干净的茶还是什么茶？茶叶乌龙茶，乌龙茶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然后呢？茶叶要足够，茶叶的量要足够，然后要有好的酱油。嗯，你用哪一支？我用高雄的玉兴酱油。好，嗯哼。会有煮了之后会冒豆渣，是真的有豆香味。嗯，而且听说试了很多汁，对，对不对？试了很多汁，蛋也选过了好几种，也不一定是土鸡蛋就不适合。嗯，所以你选的蛋是白壳还是红壳还是土鸡蛋？一开始我选红壳的，但是后来白壳的也有好的蛋，但是土鸡蛋不适合，是因为土鸡蛋的蛋太小，肉太少，好，那煮了之后茶叶蛋会一直缩，对，那土鸡蛋是真的不适合。好，然后就开始蒸蛋，大概一个电锅呢煮蒸二十五颗，电锅蒸二十，所以是十人份的电锅蒸二十五颗。没有，我用六人份的。好，六人份。好，蒸到蒸熟之后呢，让它放凉。嗯，放凉之后把壳微敲。嗯。用铁汤匙，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。电锅里面不会爆炸吗？不会，不会的，不会，电锅不会。嗯，微敲的原因是因为壳呢的裂缝不能太多，然后呢不能裂太多，也不能裂太多，也是经过实验的，裂太多一下子敲太大的时候，它煮了几天之后就爆开。那问题是，你有去测试一颗蛋要敲几下吗？有，啊、那个我真的测试几下。它好精准，因为它刚才讲七日你就知道它很精准。微敲的意思就是说裂缝只能有一点点裂缝，不然你要让放那么久煮那么久它就会太咸。那好了，然后就开始放到我的砂锅呢有一层，就开始刚刚的煮过的茶叶铺底。嗯，茶叶因为之前是冷冻的嘛，收集起来，那就让它解冻了之后呢，一层茶叶，一层蛋，一层蛋大概有十五颗。嗯，那第二层少一点就是十颗，一层茶叶一层蛋，一层茶叶一层蛋，所以茶叶量要很多，所以要够。老师这边教授都会给。你每次泡茶，他就收走，然后就冷冻，藏起来。我在去年泡也是一样的。真的，所以量很少、所以真的是茶叶煮蛋呐、啊。茶叶煮蛋，茶叶的量哇，很多、那个，绝对不是几个茶包。嗯，好。然后你用的是物尽其用哎。嗯，然后你用的是砂锅，为什么不直接用大同电锅呢？大同电锅，因为你没有看超商的茶叶蛋都是大同电锅。它只是不是？我一开始保温了、砂锅我觉得是透气性吧。好，还有，你看，你如果大同电锅是在一个叫做什么？铁的啦，没有毛细孔的，对对不对？哦、瑞瑶说对，没有毛细孔的那个不行。所以在砂锅里面铺了两层，要往里加什么？一层茶叶，一层蛋，一层酱油。好，那开始酱油，酱油基本上是一个我们煮饭那个叫做什么、那个？量杯、一个量杯的酱油加上八个量杯，一比八，的那个水，对，然后还要加其他的八角吗？都没有了。我本来有加过八角，但是后来不是，觉得不适合。对，然后就是茶叶的味道最好。有糖吗？没有，也没有，没有。哦、所以调味料就只有酱油，还有就酱油啦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这个三个这些原料就都有啦。嗯、好茶叶，好蛋，好酱油。嗯嗯，好心肠，好心肠还要有好耐心哦。就开始了，开始，然后第一次就把它煮滚之后，第一次最棒，那个豆渣都浮出来。嗯，浮出来之后，然后就关火。那打捞吗？还是要怎样？都不用管它。没有管它。好，就开始这七天的那个早晚加热，然后它滚，然后熄火，放到冷。在加热，对，我都早晚加热，早晚各一次。对，但是这个过程中它就开始水变少的时候就只有加水，没有再加酱油，没有再加油，酱油不能再加了，酱油再加会太多。我放七天的理由是什么？嗯，试验的结果。所以你一开始也有试过七天，也有超过七天，七四十九。上次那个给教授有一次，就好像进超过了七天八天，他就说有点咸了。哦，那就好像是中间，可能是哪一天没有
加水，或者是浸太久了，那五天的就略嫌味道不足。啊，原来如此哦。好了，我收到两个七日茶叶蛋哦。好珍贵的茶叶蛋，哎、欸，不管好不好吃，这个是心意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个是实验的结果，而且他收集那个王老师的茶都会很不容易哦。土鸡蛋并不适合，就算实验，但我有买过20块、25块一颗的蛋，也好像也没有到太惊艳，大概就是需要新鲜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不完，你刚刚这样讲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冰箱有一颗咸鸭蛋，跟我的冰箱有一个那个皮蛋我都忘记了。可是问题是现在有蛋的人很幸福啊，是不是？不管是什么蛋，放多久？那我就最近这个缺蛋的时候，就变成有一点在疯狂在注意蛋的那个量，而不是。不是我自己要吃的，这样除了啊，有啦，我除了每天早上要每天要两颗蛋之外，还要注意茶煮茶叶蛋的蛋来源。那每一天两颗。